中场休息的话，哎，上抢很好，赵云熙交给，这是郜林，你看啊，他还有变化，他一定会有变化。哎，倒地了，郭宝龙，这个右手拿牌，这个看来要判假摔是吧？嗯，郜林吃到黄牌，最后郜林也玩了一下节奏，是吧？一会儿看看啊，嗯，一会儿看看慢动作，现在咱们也别轻易的下定论。不是他这个，他这个节奏啊，就用错地儿了。你看啊，如果现在哎，嗯，这家伙，这个一般倒地的方向跟这个受力方向有直接关系，对吧？对。